今天的挑战嘉宾二号、三号、四号，颜佑廷、艾丽尔、李毅 ，Hello， 还有我们的五号、七号，曹佳琪、小齐轩。最后是我们的村长陈俊廷。好的，我们这个游戏要怎么玩呢？就是在五回合之内，如果有猜到咒语的话，那狼人就要找先知在哪里。那如果五回合之内没有猜到咒语的话，我们好人们要抓出狼人是谁。狼人总共有两只，抓到一只就获胜咯。那村长也有可能是狼人或者是先知。好，没问题的话，请确认角色身份。黑夜降临，狼人醒过来，请确认咒语。狼人请闭眼，天亮请醒来。一号，请发问。请问是四个字吗？要不要录整段？要不要录整段？不是。它是说字，生物吗？什么？有要问什么？它不是生物，它不是生物，两个字吗？没错，哦，两个字，然后不是生物，名词吗？不是，不是名词，不是名词，不是生物，两个字，形容词吗？不是，那就是动作，那就是动词喽，动词两个，那就不问喽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做过的动作吗？每个人都有做过的动作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。有人有，那搞不好会不会有性别？会不会有性别之分？说不定搞不好也不是动作，它有可能是状态，或者是技能、情绪状态。哎，对啊，状态技能。对，动词不一定是动作嘛。OK， 太笨。好，那我说一下，它是一种状态吗？它是一种状态吗？它是一种状态，状态想好久啊。它可以是一种状态，你说悲伤可以是一种状态啊，快乐是状态啊，情绪有有氧就是状态。好，有。我再说一点，请问做这件事情会流汗吗？哇，这件事情会流汗吗？可能会，可能不会。那就是要没有很激烈的激烈。没有很激烈的激烈，可激烈可不流，看那个人怎么做。它是一项运动，不是？不是，它不是运动。笑出来。但那个状态可能会流汗。状态会流汗？可能，他说可能。可能可能，我刚刚讲是因为他紧张，或是紧张，会紧张吗？你说做这个东西会紧张？对，做这个是因为紧张流汗吗？做这个东西，刚刚问到是东西吗？我觉得算是。会紧张的东西，会紧张。因为他说会紧，因为这个东西会紧张，然后流汗。对，一种状态会流汗。我觉得事情会紧张，会恐惧。我突然想到一个很不错，告白。哦，告白是一种，然后又是一种状态。你很会玩游戏，然后会紧张，又是动词。哦，是一种状态，会紧张，会流汗。对。然后有些人告白，可能告白高手，他就不。可能不会流汗，对呀，这是告白啊！天冷的解释方法，告白高手不会流汗。还是你问说，这个动作要跟人有互动吗？这个状态需要跟人互动才会产生的吗？需要。哇，告白告白了，告白了！好，我告白，请问是告白吗？不是。我觉得告白很好，要跟人互动，分手，分手，分手会流汗吗？分手会流汗，是那人跟人，那有没有可能是多人或少人？我不知道，多人或少人。你说我问两人以上，对啊，或一个人可以完成，因为两人以上就不会是分手了嘛，对不对？不就会是爱情的东西了？不会有人三个人交往，因为被抓奸，跟感情不三人行，然后提分手。跟感情有关系，出了个前卫的题目，感情有关，跟感情有关，然后跟感情有关吗？跟感情毫无关系，毫无啊，毫无关系哦，毫无。是正面的词语吗？这个状态正面吗？我觉得它是正面的。鼓励，鼓励，鼓励会流汗吗？鼓掌，鼓掌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欢呼，欢呼。可是应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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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援。
哎，应援蛮应援，一个人也可以应援。炸裂，对啊，炸啊！可以，他会有。可是你要应援，有可能是你要跟偶像有互动吗？哦，对啊，不可能。他一定要跟别人有连结。应援是。不用互动啊，他可以帮你做生日应援，然后就这样放在那里，也不用互动啊。哦，对啊，但是你的初衷是让对方看到，对对对，还是有一个人面正面的。好，正面，我想让我锁一下。正，我觉得你再锁。好，加油。你哎，这个东西就是炸裂，很常见吗？炸裂，还是炸裂？刚常见没有问过吗？没有。我知道，我问一个。他说没有。请问这个状态，村长本人。最近有做吗？哇，这个状态吗？没有，最近没有。那就不是那种应援啦，加油啦，那就不是应援。我问，哦，很聪明哎。他最近没有哎。我问一个锁，室内还是室外？我一个锁，室内室外，就不是运动啊。室内室外，就这个状态在室内，先做还是室外？哦，这个状态是室外。那你问看，我觉得可以。还是你问说在家里会做这个东西吗？在家里会有这个状态吗？家里吗？家里正常逻辑是不会，户外在外面，正常逻辑哦，不是运动，对，然后要两个人，户外不是运动，两个人，大型的吗？逛街那种，逛街一定要在外面吗？逛街是一种状态，然后你有可能会流汗，逛街一定会流汗，因为它穿好，没有，可是你可以进那个百货公司就不会流汗，而且你逛一定要跟店家有互动，对，逛街，我觉得逛街好像不错哎，逛街吗？才。啊，少一点，哎呀，差不多，差蛮多，差蛮多，没有，那我觉得要再说，我想想，我看一下还可以说什么，逛街的户外，又是正面的，然后动词，中奖，会跟职业有关系，比如说律师，我要告人啊，或医生，我可能要开刀啊，那是说跟职业有没有关系？好，职业有限定某个职业吗？这种的。可以，会不会？我好空。他有限定某个职业吗？我想想，哦，因为律师告人就是律师，没有，他没有限定职业。因为告人好像是路人也可以去告人，他没有限定职业，开刀就一定要医生才开啊。每个人都可以，但他有点微忧虑，都可以，就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个状态。我们是偏了，我们都可以到达。对啊，觉得蛮偏的，那怎么办？怎么蛮偏的？要怎么偏了？我要往哪里？我们要从哪里回来？偏了，我想想，不然你说这个状态是。脸会有表情的吗？因为听起来是有一个东西靠过来，我很紧张。我刚刚就在想，是不是中奖，拿到彩券，哇，那紧张啊！也可以，很正面。中奖啊！蛮正面，很正面。好，中奖吗？好变哦。大家说会得到什么？就做完之后会比赛？好好啊。还是问这个会有什么获得？对，会什么收获？会有什么获得？你做完之后。而且因为比赛也会得到奖杯啊，比赛是正面词，对，可能会流汗，可能不会流，它是一种状态。我在这个状态会有收获吗？结束后，哦，结束后吗？结束后收获，就好笑。结束后会有，结束完这个状态以后会有收获吗？会。这太难了，什么比赛？收获？竞赛？比赛？这种之类的？竞赛是运动吗？就是不知道，就是大纲。因为有各式各样的比赛。上台，上台。象棋。有的对，有各式各样的。或者他就说在某一个运动项目里。象棋哦。可是动词哦。哦。击剑。没有，要静态的吧？可是跟运动无关。不是静态，不是运动。击剑是运动。刚刚我问，我问是不是竞赛类，好不好？有的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是竞赛类的东西，你看击剑。不是哦，比赛不是比赛，会有收获。是收获是实体的吗？据我所知是。啊？那就是比赛得到奖奖金奖牌，就是领奖。你说包粽子，包粽子应该也是有粽子算一个收获，实体的收获。包粽子太远了。因为我们刚刚猜的，他都说很远呐，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是不是这一类的？他有遛狗什么这类的呢？这类的，他说要有人嘛，可是他不是说有人，他说见呢，哦不常见，就最一开始说常不常见，他说不常见，有吗？有不常见，有不常见吗？有啊，他说我们这边不确定，他不确定，啊他很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养狗，他刚才是问说我们有没有人有没有过，他不确定，大家不确定有没有养狗，我觉得要再说，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说跟动物有没有关系，是遛狗，
跟动物，跟动物，我觉得可以问跟动物有没有关系。动物会不会很偏？好，你遛狗就可以选择要。遛狗就是一个动物。请问这个状态跟动物有关系吗？我觉得以正常第一逻辑思考是没有。好，第一，所以很偏门其实是有，很偏。就是如果你要想要歪很歪极端的话，是可能会字里面有动物，所以他说正常逻辑，可是他又不是指动物，比如说龙马精神，然后龙马，可是他其实不是指龙马。太难了，会出这么难的题目，恭喜发财。龙马我会生气。没有，我说举例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里面可能有动物，可是他不是，比如说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？钓鱼、懒猪、懒猪，它其实不是猪，可是它是龙。为什么你都跟猪有关系？懒猪就跟动物有关系啊。没有，他说直观是。他说直观，第一直观没有关系，直观是因为懒猪是人嘛。龙舟它其实也没有龙，龙舟是动词，可是他刚讲的龙舟是名词，对，但是动词划龙舟还是动词。我刚刚在想是不是划舟救济啊？哇，救好跳哦，救济。救济行侠仗义，救济会有收获，你可能会有救济平头帮助别人这样子嘛，或救济一些那个需要帮忙的人。他的表情不太对，什么意思？所以我在想，我在想他讲的那个词，还是是就施舍，就是总的，因为会有施舍是比受更有福。哎，是不是更有福？哎，是是，还是你要问说，我们这他说这个状态我们自己，那对方呢，会有人受？可是救济为什么会紧张啊？他说会有救济，因为很会流汗呐，流，因为可能要爬悬崖的救火，对，有时候会有时机救火，因为跟他们有关系的，跟他们有关系，救火，真的假的？那是救火，正面的，户外的。大失火会不常见，你看有时是正面的耶，正面的，正面的，我要去救火，还不正面吗？他刚紧张那题是说有可能会紧张，还是确实救火很紧张，很紧张，而且实质收获就有实质收获，我得到那些家属的家属的谢谢，不是实质收获，实质，我可以给你金包红包，捐款捐款，我给你一些欧米亚给水果，他没有薪水，谢谢你救了我，救火吗？这不知道，好了，我没问啊。实体收获吗？是不是救火？不是，不会是因为没有实体收获。对啊，救火就是人安全这样子。他是他说户外然后要跟别人一起，他是动词，户外跟别人一起野餐，户外跟别人一起，那就是捐钱。野餐跟怎么跟别人捐钱给别人啊？我一定要捐钱给别人啊！但你得不到东西啊！我得到我信仰的那个，他的信仰是大的，他的收获是实质的哈。对，实质收获哎，实质收获。可能有些捐钱会有。给你一些奖状、饼干、护身符、平安符、平安符，好偏哦。那我就问，这跟慈善有关吗？慈善包括很多嘛，因为救济、那种捐钱、慈善什么的都算嘛。这跟慈善有关吗？有啊，厉害！我不玩，没有吓到。连慈善这个都会问得到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所以是好事情。那就是我想慈善好事，对啊，正面的，正面的。这个词就是讲，我很会玩游戏，怎么了？慈善，所以就是往那方面，对啊，布施这个动作，布施啊，捐赠，那就施回收呀。我们刚刚在讨论，捐赠、施舍、捐救济。捐赠救济是比受更有福，该不会就这句吧？两个字，我知道，就是还是要再说分享，什么分享？分享分享跟慈善有关系啊？分享爱啊，有啊，分享我们的爱，分享我们的爱，我们不慈善也可以分享爱啊。分享没有实质上，我跟你分享，我觉得应该是跟捐钱又给钱或什么，又有实质上的东西，救济那种。我这边所施舍，救灾，因为施舍感觉一定要有一个人出现。因为比如说捐钱、捐金，不是捐钱，捐钱跟那些捐血好像也有可能。捐血哦，对，捐血有可能。对，捐血会有钱。捐类好像捐血应该会给你一些饼干什么小零食，捐血有，捐血有，怕你昏倒。对，小零食、小饼干。捐可是捐钱会流汗吗？对，他会流汗哦。捐血或是捐血会血紧张，捐血过来我会紧张。我超怕打针，我会紧张哎。打针。
或是捐血要打针不是吗？对，捐血好像会流汗。他是不是有说到会紧张啊？有的人他说有的人会紧张。捐血，那我觉得应该是捐血。捐血，捐血。我帮我问看，那好像对，全是捐血吗？答对了。狼人请先生，难怪，难怪，捐钱，对，死不惨，他啦，请狼人找出先知，他啦，救济他该死的，对，我也是，超，超怪的，对，我觉得他突然间冒了一个名字，救济超，救济，但是你突然也开始很，那可是他前面开始才一些偏，他前面很偏，他是后来才回来，救济完他才回来的。我觉得，而且他刚刚说捐血嘛，他说对，他这样子，哇，好屌，好屌，哇，怎么这样讲？好像这明明就是你在救济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怪。对，救济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好，那我们就，然后捐血是他先讲的，没错。好啦，反正我们有公式，错就错，没错。二号，不是先知，游戏结束就被魔法解除。不是，小赖吧？小赖吗？小赖啊，不是，到底是谁啊？是你啦，是我啦，是你啊，我答应的啦，我答应的，你答没了，带方向了，先知，怎么说啊？前面超远的耶，警报哎，对，你要是运转的话，你就运转那边会很奇怪。前面有预告，你有提到什么救火？对，因为你们开始没有，他先救济开始，救济救助慈善，我就开始哦，那我躺着顺这样，真的躺哎，我躺着顺，哇，他抓不到你，没事啦，不知道，恭喜好人获胜，好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按赞、订阅、铃铛，开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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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吗？快点！头很晕。